老啊。生我，跟我大哥叫做乐笑风，那很舒适啦。无偌久之前，我听人伫咧讲，大哥吼、哦，就是去解救公主啦。公主去摔落迄个无底洞的所在，但至今无消息倒转来，大哥去解救。但即当阵也已经一段时间啊咧，到底有消息啊无消息，拢完全唔知影。我那尔，逐工拢伫咧厝内底伫咧烦恼。还来无事，暂时该输好就是。好，废物，你不要急嘛。这里，来来来，阿爹啊，给废物啊，废物啊，给昏头。阿爹啊，阿爹在哪里？你的礼物，废物，快来。阿娘啊，阿娘，别嘛，别个困啊，别嘛。阿娘，你甲看，阿娘就是。我身上已经受伤，我要给你交代几句的言语。按怎样嘞？咱的囝儿罗小凤，已经被一只东海水只风扇无地动。什么呀？这风台风子在尽头家，这个东边街来给我放掉上我的身躯。家带一盘水宝来救我，把我插倒转来，甲你母子见面。你真足听我交代，什么？真足听。害我人是八个洞，救我的人是盘水宝。希望你母子爱好好替我报答你的恩情。哎呀，废物！救我！废物！救我！哎呦，遐看到阮的老师王公啊，阿娘，各位，既要他死啊，是个。
世玉堂，无怨无仇，你甲害死我的红尘。小凤现在生死不明，出山怨仇，是要叫我安怎报？放心，伯母，怨仇我一定会替你报。想袂到伊白玉堂心肝这个善念，无使我甲伊感情这么好，我即马可看会出原来一种小人，偏偏阁下流贪人之位，伊竟然为着白玉大了人嘛，要甲因抄家灭族，伊为着要顾家己的性命哦，竟然不择手段，害死白玉，我亲眼所看啊！多谢你。啊！你叫做什么名啊？我叫潘志宝，原来是潘竹子。感恩你有法度来替我老家报仇，此前的恩情，我大大来报答。莫讲报答坏人哦，知恩不忘报啦。就是无讲话，什么代志？阿爹朋友，白玉堂所来害死，原来就是这名英雄，叫做潘志宝，甲咱解救的呢。大点的事之前有讲过，爱好好啊，甲人报答。阿娘，安怎？我讲看伊，生作做有欺骗的，好不容易有这道的机会，不如你面前甲伊讲，我以情答应。哦，阿你我听有咯，莫非你是爱着这个潘公子？是呀、啊。阿你信，人唔知肯也唔肯。要不阿娘来甲伊讲啦，不管肯唔肯，阿娘你一定要想办法。好啦，唔好紧张啦，吃紧就弄破碗。这做难得嘞。哦，破公主请了，请了。后生一件大事是要来请问你，哦，你唔知见地也未？哦，阿若讲到娶某是唔是？风水无底洞的所在，解救公主，如今三个月后，阮两个要缘分拜堂。哎呀，要若安尼，我查某囝就无希望咯。算错一半，你个查某囝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春桃。哇，小芳会笑未？伊讲哦，你安尼人情遮尼啊大，救阮翁倒转来，无因报答，就要终身要来报答你。真够嘛！我考虑，过来，你考虑。公主呢？我搁娶伊，看起来是生作袂歹啦，用高鼻呢，吼、哦，目睭搁咧活灵灵。这个查某对我来讲有利用的价值，查甫人嘛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要娶我就甲娶。啊，我考虑好啊，你就爱答应啊。一定要答应嘛！我若踮要死当阵，伊有讲过，一定要好好为你报答。万不然，你若不答应，你来给我是报答吗？我已经答应了。牺牲你的青春，是啊。其实坦白讲，我是惊耽误你，因为人讲要甲人打惨袂惨，要甲人公家翁婿嘛。我已经娶公主啊，公主佫高高在上，我惊讲你牺牲你委屈啦。但是至今公主还袂过门。就表示讲，我够答未来一定会过门。你一定要做事，你考虑清楚。同意无啦？你若无爱的话，就卖。别啦，卖命啊！就算讲做事，我嘛要答应伊。伊可别嫁你啦！哎，伊讲说伊都不要紧。不是啦，我是叫委屈啦。这是我阿爹意愿。伊讲伊别委屈啦。我是真英雄啦！嗯，我是有福气才当娶到你的媳妇囝哦。哦，放心。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伊，啊，不过得委屈你做细人吼，不要紧，啊，你莫食醋，我尽量啊。爸母，将你的查某囝终身大事交代在我的身上，你放心，啊，若白玉堂，我若甲伊找出来，绝对会甲伊碎尸万段。我找龙氏大家，你卡来甲你娶亲。啊，你怎么走？查甫人公私为重。袂当李女士情，你知影无？看我冇影，你讲过要替哪点报仇？嗯，我替恁老爸报完仇，我即马虽然去找白玉堂。春桃呀，阿娘，安尼甘好？人要娶公主是大大诶地位呢，啊你要嫁人做细，啊你要哪会应子啦？阿娘，
算是咧，对方英雄，伊是叫我爹温情人咧。假使讲咱若无安尼报答伊，啊，听要死有交代，咱就要想尽办法报答这个潘英雄。哎呦，啊，你都爱着我嘛，无你的办法。也唔过恁阿兄死共死，也阁唔知影。要无安尼啦，春桃，你著去外面打听恁大哥的消息。我去探听哦。啊，无要安怎？啊，下骹手人遮尔啊坐着。啊，无你内面叫迄个三八的出来，看有法度无？三八的较无用啦，咱叫十八的好啊，十八的迄骹较老早。啊，无叫一个空空啊嘛好呢。哎，来带一个空空的出来。我真正听袂落去啊！老伙，老伙啊！你若叫我哪样叫老伙？啊，查甫嘛叫老伙，查某嘛是叫老伙。啊，我无讲你空毛两字。夫人啊，你是外久无出来，你拢唔知我啥物啊？你空暗地住着我唔知。啊，你拢我来带路在啦，你空暗。对啦，歹讲啦，歹讲。我知你歹讲的。听命令，我知。去外面找恁少爷倒转来。什么？啊，我老爷呢？恁老爷已经过往了。啊！什么？一天之内，我老家死两个人，死一个少爷，搁死一个老爷，真是亏啊！收！啊，我老在靠点点啊就好啊。你讲什么？我讲给你听，你话甲我记好清楚。哦、去外面找恁少爷，若找到，你甲伊讲，因老爸就是叫白玉堂海神，就是这是废物。我即马来甲伊找少爷。哎、欸，小桃啊，小桃是你咧叫吗？我小时候是小姐呢，你叫我小桃啊？你无是要来食头路啊吗？不是啦，迄是阮师弟啊，咧屁上哩，忽然间拢讲出来，不啦。啊，春桃小姐，啊，夫人啊，让我你顾啦吼，放心啦，禁忌啦，好啦，厝内底拢无人啊，像你尔，你罔顾。小爷，小爷，春桃，今仔日是替你老爹的孝顺，你莫去。